各位姐妹大家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。是啊，不是变化，已经十年外了。过年家是去国外去啊，嘛做房间，我以前做过年，想要那是贵啊，那是都不小哦。你拿着啊，还来继续啊，做房间。那当然，咱打造咱个家公，就是打造的地位啦吼。基本上来讲起来，打造房间是一部严干以东的一部前进的苗栗。严干就是讲严不足简单啦吼，以轻就是讲迄个易。迄、那个情意，迄、那个打坐的迄个心切的妙法，啊，真深奥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祖父庙里回光文字的这心切的妙理，啊，叫做心理。如果咱今日，咱来读作一切，啊，读作一文字，用作一文字来组合起来，用作一文字来讲这個。啊，这道理，这是叫做文言法，这是叫做心清的文法。那有人在那做不了，因为是不捌伊的一个回想。当然，伊讲出来道理啊，经过伊大道地啊，啊，发海，啊叫啊做一个记录，做那形成咱那做这部那做文件。那因为呢？因为咱今日啊，讲到有这个心理学吼，啊，就是讲来个研究啦吼，啊，咱可能来针对的这边吼，心理学。心理学。混合力。混合力。无量为宗。无量为宗。机缘靠算。机缘靠算。见性迷人。见性迷人。无经常有念。无经常有念。念想便起邪见，一切颠倒梦想将处于生，一切颠倒梦想将处于生。自性本无一法可得，自性本无一法可得。若有所得，若有所得，梦说何福？梦说何福？即是颠倒邪见，即是颠倒邪见。何处法门？何处法门？入无量为宗。入无量为宗。哦，这段呢，就是因为咱合作啊，甲咱开始啊，这个无量哦，因为这个无量，所以这段话啊，吼，又讲到三个重点吼，第一个业无量吼，为宗啊。
不朽，五株剑子变成了剑变成浅青的两块，因为这是五连五朽的五株，就总是一切这个世间了，世间的话，唔是叫出世间话，但是咱若做完过后，因为爱入五连五中，入五连五中中止，这个叫做中止啊吼。啊，入微量微中止啊！啊，这个微量，咱要怎叫做微量？如果若讲今日这个微量，咱就变成当中无有一种的念头，无有一种的想法，安尼当中呢，伊变成哪呢？变成石头，变成石木。所以呢，咱知影信念的成就念法。因为歹境就是歹境，这个所在。你要讲讲有，伊都无；你要讲讲无，伊都无。所以伊歹境就无这物件。但是伊内底当中来讲，入无量为作白表示的解说，只言言口说见性为人，由经常有念念念念上便是起了相。伊在来讲哦。知言，知言，迄个语言，语言上口说见性迷人，迄个口说就是讲，而且语言上来讲起来。